打一通电话，一分钟内让对方说出关键词。那我们每一个人弄的题目就对了。对。我干！我干！哇！我刚这会不会讲很久啊？我打电话给一个我很好的闺蜜。喂。喂，许仙宝贝。我问你哦、喔，我们平常聊电话，就是聊天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常常讲说宝贝后面是什么？宝贝后面是什么？我想你哦、喔。啊，还有呢，另外一个词。另外一个词。对，我想你的另外一个。另外一个。比较表达情感的部分。我爱你。再讲一次，大声一点。我爱你。哦。许仙，许仙宝贝，我也爱你。我好，我也爱你。因为我现在在拍片啦，我必须要让对方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。轻易也是对我们两个太简单。对，我们两个就是非常爱对方。下次去高雄的时候去找你。那必须的。OK， 那先这样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哇。是不是？来，现在是我吗？对。我刚刚看关主露出的笑容，不知道在笑什么。让对方尴尬五秒不讲话，那应该很简单吧？有点简单。我就直接打给女朋友啊，跟女朋友应该不会让她尴尬五秒不讲话。可能妈妈也许会哦。五秒不讲话，你要挂电话。这样我只能赌就是我都不讲话。可是她喂喂喂啊。喂。喂。喂。耶！不要讲一下，我在玩一个游戏啊，我就是抽到那个要让你五秒不讲话，没事的。瞎哎，他一定觉得很傻眼。哎，你先去忙，好，拜拜。刚刚没有讲，阿佑是几？他剩15秒，所以他用了45秒时间。哦，我刚刚是几秒？剩44。哎，那我这其实还不错哎。哇，比较厉害。其实他是比较简单哎。我刚刚还以为我这很难哎。好，我的题目是让对方约你下次见面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很快。对，这也蛮简单的。因为最近很多人要约我。2 hours later， 他现在找不到人。打给我一个很好的朋友。喂。喂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开车。你在开车哦？啊，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耶。是的，哪有很久？对吧？我在板桥啊。哦。对吧？你昨天跟我说什么？我昨天在不是聊天，昨天跟我说什么？我跟你讲什么吗？你昨天不是说你想我啊？然后要干嘛？就是希望之后。对啊。对啊，然后呢？就这样啊。好了，没事啦。没有啦，因为。难得假期，我要陪我家人啊，刚好有放到啊。好了，没事啊，因为我在拍片啦，因为我要让你说出你要下次约我啦。结果你，好吧，算了啊，没事啊，开车啊，开车小心啊，拜拜拜拜。选错人，选错人，错人。哎呀，他昨天还跟我讲说什么，他应该很想我们，然后想要再约我们这样。现在我们头上突然冒出了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是什么？关注。继续进行，设法让对方说到头上关键字，说出关键字者即淘汰。先公布一下，现在问号底下是几胜？记101胜，然后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们就马上进入呢下一个环节，然后让我们请关主呢出题。国文题，计时10秒，每个人拿出白板，写出关主题目部首的相关字体，写最多的人获胜。我要说的是错字堂，10秒计时开始，错字堂。好，错字堂。然后请6。我为什么要写另外一个？我忘记是什么。我看旁边的。你就这样，我是。我就在赢了。我看旁边。哎，去是这个啊。这是走哎，错字是。白痴哎喂！我肖老师要哭了。你让我这么帅的人受这样的侮辱。我发现我都赢得很平白无故。哎，这不得不贴了。你贴我脸。我贴你头上好不好？贴你就贴哪里，那已经没了就对了。他贴这好了。请问，哎，这样的，你们要不要喝饮料？啊，这样，啊，干嘛都不讲话？哦，好，没事没事，想用我们呢？请问四大奇书是哪四大？用讲就可以了。那四大什么？奇书。等下全部快了来讲啊！45，现在按好我的，我要叫维特。哦，我知道。
哎、欸，我先哎、欸，你刚想不出来吗？我来嘛。兰陵笑笑生的《金瓶梅》，还有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，还有赖安的《水浒传》，还有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。是不是？刚刚是进入哪个环节？我到现在到哪里都不知道。好淘汰，都换买个 PK 嘛，对不对？对。请问图片中的人物是哪个位？好像是我。好，你随便乱讲一个。杜甫。看吧，我说我知道他是谁啊。我还想猜王羲之。王羲之。因为我曾经有画过他在国文课本上啊，有点忘不了。哦哦，对啊，我记得每个人都会画。我把他的嘴巴加工了一下，每个人都会乱画。奇怪，我切纸什么时候变那么多、啊？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战绩好不好？好的，看战绩。所以泽威会垫底，果然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嘛。好，那我们马上请关主，赶快下一个环节。第一题，关主说出的话，在答题时重复说一遍，说对最多者即获胜。发型呆瓜头，左耳星星耳环，右耳一颗痣，身穿红衣服，右手中指戴戒指，左手拿 iPhone， 穿招财猫内裤，裤子左长右短，袜子。左有右无，穿帆布鞋，开香蕉跑车。那么大力干什么？对啊，那么大力干嘛？很凶哦。发型呆瓜头，左耳星星耳环，右有一颗痣，身穿红衣服，右手中指戴戒指，左手拿 iPhone， 开香蕉跑车，鞋子帆布鞋，袜子左无右有，裤子左长右短，内裤招财猫。墨水，端午正先联盟，不能让他赢啊！那你可以讲错哪一个吗？错袜。可以补充掉吗？全来哇！双无阵线联盟啊！那不然我试试看，试试看你怎么辨识发型的。这样，你一个叫错，我拽啊！他说你是啊，你是啊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说好给你试，我想休息。试试看，试试看你怎么辨识。发型戴瓜头，左耳戴星星耳环，右耳一颗痣，身穿红衣服，左手拿 iPhone， 右手戴戒指。戒指的哪一只手指头？右手食指戴戒指。讲完了，讲完了。右手拇指戴戒指，裤子左长右短，内裤穿招财猫，开香蕉跑车，穿那个帆布鞋，袜子穿右左无。哇哇哇！我真的是哇！我刚前面讲的对。我放弃啊，就直接放弃嘛，我直接双无阵线联盟啊，我不是开始跟你讲，没有了啦，现在不是 PK 了啦，那就淘汰了，没有我了，对吧？你不是已经阵亡了？你是双无吗？没有啊，你已经阵亡啦、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那么帅的人这样对我？战场是很残酷，来第一个笨子，你被出卖啦、啊、好，那现在的话就是，因为你直接获胜，就一题而已。而且，这么突然哦、喔，我这么一切，泽威还是白的。对啊，好，那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。好的，因为泽威都是空白，那让你选题吧。不然就来一个娱乐题好了。好，第一题，请问曾之乔和谁密恋时间？江木宽、安女会吗？陈亦如啊。说出三对演艺圈二代，要讲出他的爸爸。好好好，可以。富二代对不对？吴宗宪、吴三鲁、胡瓜，然后小珍，就是第二队嘛。然后第三队是那个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哎，这样，那个五、四、吴宗宪、吴三鲁，何必啊？然后胡瓜，然后小珍，然后那个赵树海跟赵又廷。他前面抢我的啊！啊，不然不行吗？请问一下，不行吗？是不是、啊、OK 嘛？对了嘛？他赢了哎。对吧，就给他算了。对不起啊，眼明手快，工科毕业的什么都不懂。我跟你讲，你抢别人两个，我都没有。哎呀，你抢我两个在那边。哦，那我是不是赢了嘛？你说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家应该很好奇啊，跟以你同样的题目，因为刚刚我们一直都没有讲到，然后可能是题目太难，然后我换了一个，你就笨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喽。好，继续。那一样半空白选吧。好啦，就选择台语啊。听说台语是。需要了解关主的人才会知道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听说。台语题，关主用台语描述物品的样子，答题者猜对即可获胜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吃的物件，吃的物件，吃的物件，哎，吃的物件，吃的物件，哎，吃的东西。那个物件，哎，我自己还乱讲，是啊，顶 Coco， 顶 Coco， 哎哎，
硬邦邦。贵爱丁，三爱丁，三爱丁，三爱丁。秋秋爱，秋秋爱，韩文吗？秋秋爱是什么？冲吗？那个痛啊！秋秋爱，秋秋爱是什么？好像韩文哦。秋秋爱，稠稠的。他说顶 Coco 哎，顶 Coco 哎，你九一九九。你确定你知道吗？他台语我会讲，那个你讲中文，口香糖。你知道是口香糖吗？我根本不知道了。我有一种感觉，他就说嚼一嚼啊。你了解我？我了解你。你怎么会这样子？在一起哦。啊，我们这一关又是一零获胜。哦，哎，这位啊，头上的线，你刚刚说到的，我知道。有吗？你知道是口香糖吗？我根本不知道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应该也是无意间的吧？我是在陷害他，真的，好心机哦。现在这局是一零赢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就请一零贴上自己的贴纸啊。剩最后一题动漫题的，如果这题动漫题如果又是一零获胜的话，那就两条了。不可能！哇，很出乎人的意外。而且我刚才也说我是随便贴，有时候运气其实很公平啊，公平无那种傻福有没有？下一题嘛，最后了嘛。题，请问《进击的巨人》中男女主角是谁？那个，他。三。哎，干了。下一位。我有点忘记耶，准备再接着看。我知道，男主角叫艾伦。我知道，男主角艾伦，女主角叫塔米莎，米塔莎。艾伦跟米塔莎。我先的。哎，而且念那个耶，我艾伦先讲出来，然后你再接。没有啊，每次都这样子。对啊，刚就在想米卡莎到底是死。好了，不要跟我这样子跟我辩，就是作弊王跟心机王。就是、没有，我发现就是他的成功是建立在你的失败。对，来痛哭喜也快乐啦。第二题，蜡笔小新的班导师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先暂停。刚刚阿佑是这样子，没有好不好？这样子你在血口喷人。没有吧？等下看看，好不好？你确定？叫什么？啊！我们再重新抢答。第二题，蜡笔小新的班导师叫什么？站长。啊！我先按到，我在这里，大家看。你这个班主看一下。来，谁？吉永老师，是回班啊？吉永绿。答对。不说讲到他名字好吗？吉永绿啊，名字。我的成功是建立在痛苦上。哦，哎，你真的很那个。第三题，请画出哆啦 A 梦的三个道具。他第一个是什么？猜不到。你自己都不会？我会啊，我知道我在画什么。可以讲。时光机、放大灯跟那个空间碗。时光啊。不行吗？我觉得他们画的比我好哎。爸，画的有点不堪哎。这有点色情哎。因人而异嘛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哆啦 A 梦身上的。你是百宝袋吗？那他也算是道具。可是百宝袋不是都不是宝袋？哦，不是吗？他是这样子，这样而已。所以他是这个。我现在比较好奇是那个东西。这个是什么？是因为他说好，然后我手歪掉就。好逼！真的没？我想这关你是我拿分。这个是你们两个都有画到的。放大灯哦。对，放大灯。哈哈哈哈哈。换我的。真快，我的应该很明显吧？好歹我也是广色科出来。第一门放大灯，记忆吐司。对。那我有写关键一乘一，就是记忆吐司的概念。哇，厉害哦！有哎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哆啦 A 梦的脑粉哎，拜托。这个到底有什么撼动的？我刚刚已经贴了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一零我把他的动漫的那个部分把它填折掉了，哦，让他这两条线。然后阿佑是三个圈圈的部分，那今天呢也算一零一零获胜，对啊，我们身上的蠢呆笨猪啊，其实差不多，代表其实我们三个脑其实都差不多，差不多，都要一颗大脑一颗小脑。那今天是一零获胜啊，是，他是我们九宫格的这一局的冠军啊，没想到居然是 MVP 啊，哎，平常看起来呆呆笨笨傻傻的一零，然后没想到在九宫格这个肌耐力部分还蛮厉害，人家说哦，两成靠努力。八成靠运气，今天运气成分比较高，看得出来是运气成分。他的排版蛮不错的，如果他今天排版烂的话，可能就未必了。节目的最后呢，不忘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放了位，去了没？
也别忘记开启你们的小铃铛，我们每周四晚上6:30呢准时更新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FB， 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拜拜。